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谁让你在这干活的？你不要命了吗？啊！我，你可大热的天看给你晒的，你都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阿牛，我生病快好了，赶紧放下来。没事，你先歇会儿，放下来我跟你说。那杨哥，我放在车里面再去，再过来。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？阿妈，啊，傻丫头，你。啊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？杨哥，我知道你关你现在还生着病呢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身体还很不舒服了，今天要干这么重的活。我想多快点挣钱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有啥苦衷你可以跟我讲呀，你我就跟你说好多遍了，你为什么瞒着我嘞？你先来这边，我跟你说，先歇会儿来，你来这边。阿牛，我是真的不想看到你那么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杨哥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不知道。那这样子，中午了，你也该休息一下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好吧？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，我现在给你老板说一声，好吧？先别干了啊。好。好。阿牛啊，进去试一下衣服。那我又不买衣服呀，杨哥。你是这样的啊，我一个好朋友回来了，我想送给他一套衣服，然后你的身材和身高跟他差不多，然后你就帮忙帮我给他试一下呗。嗯，可以。好，走吧，进去了。嗯，走，没事，走。你好，帮那个女孩选一下衣服。她买呀？对，她买呀。我们这是专卖店，一件衣服一两千呢。你一两千，你给她选一套啊，没事儿。你她鞋那么脏，等会儿别把我寄搞脏了哈。然后衣服你自己看，但是只能看不能摸。你这，不是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？你还有别人吗？就他一个服务员吗？还有你，不好意思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没事没事，他新来的，来先喝点水。新来的他的服务态度也来，你这帮这个女孩选一个好看点的衣服。好，可以。要最好的。好，多买两套。嗯，好，给他带一下。看一下嘛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没事，没事，不要不好意思啊、哦。对。鞋脏了，一会儿你把地再拖一下。没事没事、嗯，我等一下把你就行了啊。好，美女、你会化妆吗？会啊。你等会儿帮她化下妆。可以。好吧，谢谢。可以。嗯，好嘞。杨哥，你觉得好漂亮？看吧。好看啊，真的非常适合你。也不知道你朋友他喜不喜欢。我朋友啊。嗯。那你喜欢吗？我觉得特别好看。是吧？那就好，那走吧。不是我把它逛。你放这里干嘛？那不是给你朋友买的吗？哎呀，傻丫头，赶紧走了，抓紧时间，去那边还有事儿呢，快点，抓紧时间。小姐姐，哎，一共是三套哈。啊，三套。你看一下。多少钱啊？一共多少钱？一共打下折的话是3680。3680啊？对。来，我给你扫。好，你扫你扫我的就可以了。啊？扫我的，因为是我第一个接待你们的呀。那不是啊，他给我们介绍的。啊，买的这么多呀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扫他这儿来。啊，就扫这里就可以了。好嘞。支付宝到账3680元。走了，谢谢。好，那下次告诉你。好嘞，走了，阿娘。去哪儿，杨哥？走了，你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，走了。走，进。啊。哎，你好，杨总，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好的，谢谢，阿娘。啊。坐这儿吃饭来。都准备好了啊！可是杨哥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？今天你过生日啊，你自己都忘了。啊、我刚才送的那位朋友就是你，来坐坐。不是杨哥，都安排好了。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呀。你就因为你从来没过过生日，所以我才想好好陪你过一次生日啊。来，谢谢，赶紧坐着吃东西。杨哥坐。这生日蛋糕，哇！杨哥，哎，好了，真的，这个是送你的包包，生日快乐。这个就不要了。
但是我真的我就不想再看到你这么的难受下去了，阿牛，好不好？来，快点拿着。我买不起的，我这辈子挣。你先把这个拿了，先。我自己会想办法的，杨哥，你别给我，你给我的话，我走了，我现在就。那行。我自己，我相信我可以的，杨哥。行吧，那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是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好，开心一点。你看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好不好？你要不开心，我也难受。